好，我们来解这个不等式。我把这移过来啊，就是9x 平方减掉 6x 加一，这大一点，这可以一次分解，这是 3x 平方嘛，减掉2乘以 3x 乘以1加1平方，这可以呢，完全平方，哦，这个可以完全平方。完全平方以后哈，这是 3x 啊，减一的平方啊，这大于零。这个平方的话哈，会大于等于零的，啊，它要大于零嘛，所以的话哈，就扣掉什么？扣掉等于零的，我就是说 3x 减一哈，不能等于零的，那其他都可以，也就是说哈 ，x 呢？不能等于三分之一，其他都可以的。x 是属于 R， 也就你把它写成解集合的话呢，就是这个 x，x 属于 R， 那 x 呢不等于三分之一，哦，等于三分之一除外，哦 ，x 除了三分之以外，其他都可以的，哦，这个就是它的解。